Thank you.
查甫人唔下，也想要跟人去考状元试。哼，安怎？不要说卖萌。我跟你讲哦哈，今摆房价无咧偌好起哦，是无伊个人生一样取这用人啦。我跟你讲哈，今仔日的代志呀，你若要甲我做详细吼，下晡的饭唔免想要食。表示。哼。我只是想困一个眠，你千万唔通生气。生气，紧甲我做。哼。叫你做一个工课安尼，甲我气死有影。祥云，祥云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个表小妹，休困，休困，哎呦，根基弱，不要你这搞出这粗重的工过，来，进来阿姐，来阿姐，进来了，哎呀，不用管，坐好，坐好，哎呦，坐好，你即摆已经是王妃娘娘的身份咯，喂，放你困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哈，你是安怎哈，你是安怎？你今仔日食唔着药啊，还是咧着啥物症头？竟然叫伊莫做工课，有咱收留伊要创啥？要做你的奴隶啊？啊！我阿你讲啊，伊若是会当做王府的命吼，哼！我看，哼，我命比伊较好，我就当做太后的命。开始，你听我甲你讲一下。讲啥啦？小妹，袂啦，咱绝对袂去用看破啊！我讲哦，你甲迄明丽君哦，完全足共款的哦。对，佮再讲哦，我有熟悉迄个春燕啦，迄春燕哦，就是阮迄个叔伯大姐啊，的即个啥物同小妹的小姑啦。啊，若是关于即明家的大细项代志哦，咱会用向迄个春燕佮探了一个，安尼毋着天衣无缝咯。春燕是甚物人？伊哪会遐尼爱小明家的代志？迄边哪会唔知？人伊吼还未出嫁以前吼，伫个明家吼，有侍奉过明老夫人啦。哈哈哈！对啦，是表小妹，你今日西装打扮一下，我来去叫车吼，然后送你上京啦，吼！来，好，我来叫。阿娘，啊，我不爱，这唔答应。啊这，乔坤。你详细给我听好详细哦哈！即马咱的家境是一天一天一直败落去哦。你若是唔答应者，你就爱跟我去刘春燕做挂机，趁钱，准备哄抬我这个兄嫂。小弟呀，
你是有饲目睭啊无？你目睭皮都白较金的呢？迄个是我的查某囝明丽君的，是当今的中孝王的家后王妃，你知影唔知影？乱乱来去！哎，是啦是，这位是明丽君小姐，你若无好好甲伺候吼，你个头壳你着去洗去嘞啦你。嗯，进来啦。这才是明丽君呐。我这是真正明丽君呢。我是明丽君，我这是。嗯，是明丽君。我这是明丽君，我这是真真正正的明丽君。好。我甲你讲啦，阮小妹才是正正的明丽君啦，知影无？嗯，我才是真正的美女，我才是真的美女。什么事情？你来这么欢喜？臣妾叩见皇上。平心，谢皇上。皇上，我有听国中讲过，丽卿已经找到明丽君。哦，伊真是去找到明丽君咯、哦嗯。真可惜，伊找的毋是一个明丽君，你是一大阵的明丽君啊。哦，皇上，皇上心疼啊，不一定你明知丽卿是女人，我人只是文章义也处事上难。我看你是有意，你做礼上，莫非有思念在心中？愿失去伊的动容。皇上，你只是干那为着这个理由尔？当然啊，要无，干咪还阁为着别项理由是？丽卿，聪明又阁有才。相信伊一定会当找到真正的明丽君。恁拢叫啥名哈？
小子名叫林丽君。哈？将一定从你的出身甲来历查甲清清楚楚，我想你将这两个从迄金殿上交接就好嘛。听讲明丽君都已经找着，毋捌来。是啊，毋捌来。丽丽，恭喜你哦！你啊，明明你都完了，完了。
不信哦，恭喜恭喜！这全是雷恩上功劳啊！不敢不敢。哦，明大人啊，啊，这次会当找到明小姐，应该是府上的一大喜事啊！好瓜，别人遐大福气，此乱一定是假。红熊熊的皇上，臣已经找到明丽君，现在就在五门外候旨定断。哦，好，宣明丽君上殿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明丽君上殿。皇上有旨，宣明丽君上殿。明旨。Thank you.